照片，很多的照片都拍着，打是打伤的我们的很多。他们照片，这个就是把我拖到外边，把我扔在寒风中，我当时晕死过去了。还区人大代表抓了啥子手续都不得，就把我们抓了。派行的，我们派行的，随时的等于可以打压他们，随时的没人可能关进精神病医院。我关了一年，你做吗？二十四小时带拉手。对，黑警我没有时间了，我们派人家派行，我替你派人家派行。等着，您把东西拿好了。来来来，这影响别人。别烦这个。走吧走吧，哎，走走走，别走，哎，到下面，走，哎，别问我成吗？你有法律手续没有？有法律，抢劫了。先找什么？绑架！先找什么？绑架！先找什么？这我哎，这我不走。这我还在锻炼着这，那你干那黑人，这不让你让，老百姓啊，这我瞎他妈干什么呀？那您以为您行。